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没人。好险，有吗？有画面吗？我这边还没。你说荧幕分享还是实况？实况有画面。实况有画面了吗？有，请选择你喜欢的角色形象。哎，我这边怎么不来？吹进风。我重新整理，好。分享您的荧幕。12个月，有了，什么12个月？那不是12个月哦？啊？你实况卡呀？哪里有12个月？不是啊，那12个月吗？12个月，你说订阅吗？是吧？这个我不知道英文。哦，我没有看到哎。你说，我看一下，有12个，还就是是我不在的时候有12个重新订阅的。那他们现在来那个，他们应该现在有可以按那个按钮吧？如果他们按的话，应该会有东西。我测试一下，哎，好像没显示。糟了，这该不会是旧版本？哎，真的。测试一下，叮，很好，没东西，完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现在卡在哪里？订阅的那个东，订阅那边没有东西，那要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管了。配合一幕，缩小放这里好了。哎，有了。这是我声音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是我声音吗？哎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我要换图。这是我声音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声音吗？Is that my voice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我还有一点在回声。哎有嘞，我要把那 GIF 换成那个咯。他画那个吗？对啊，看能不能用。好，test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声竟然没有去背。哦，对，他说他不能，他不能还去背。我？怎么办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你要去背吗？我会啊，可是他那时候，那我再跟他要哈。你干是要帮我去？哦，好诶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吗？怎么拍的？他那时候跟我讲说，他拍的时候，拍。他那时候是用那个 F4 旁边那个拍照拍下来，然后再弄成 GIF 的。哇，慢慢拍啊！哦，超可爱的啊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可爱的方法？没关系，我先帮这样好了。给我去，对我帮你呀、啊。你要弄吗？没有啊，那时候跟他讲了。哦。不知道档案还在不在我们。我要干嘛？忘记了。开台啊。对，但是我好像要弄个什么忘记了。I am American. I love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I love you too. 用有存档。我声音会很小吗？现在，其实我刚刚睡醒，有点疲倦，今天没有睡得很好。我把那个抖内的发音打开好了。这是我声音吗？哦，不小心，这是我的声音吗？不小心按到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是我的声音。OK，他就一直跳到没有为止。想说帮你去背，因为才。
好了，我们应该要准备开始了，开始喽，开始喽，好好哦，我要扮老外，三只英雄不止，有四只可以选呢，哦，不错，我喜欢这个，哇塞的。等等，我好像看到我爱什么、欸？哎、我要看一下实况台，快点！刚刚甩到一个我爱什么？我在看呢、啊。我画质选最低，没办法，看不清楚。说甩 ID 哦、喔？对啊，甩到一个五个字的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啦！太快了，我也按太快了。师父信七七，这是什么？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一个打上去、欸，现在开始有组合了吗？师父信七七，啊？这怎么写得出来啊？天哪、啊！要叫这个吗？还是一样叫那个他妈的？我怕也会发生跟那个一样的事。哎，这次看能不能直接写脏话好了。嗯。哎，可以、啊。他不会，这次不阻止我了。猴子拧天地，人人八戒，哎，是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哦。老头子，你个嘀嘀咕在说什么？这小女子讲话有点……老夫是才说的，他太文言文了，我不太想看他打字哎。这份文牒你收好，光碟吧，文牒。哪三位高手？哦，选择英雄，白骨精、哪吒、牛魔王，这是给谁选都会选右边那一个啊。范西，你看，我在看，对吧？是你会选哪一个？右边、啊，当然是右边。这人文真听闻，再要选，此乃是白骨精，远程攻击，法术输出。好，我其实还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、欸。白骨精认真吃力，本姑娘等了这么久，小姑娘好大的，收服不易。沿着地上绿火的方向移动，怎么动？哦，这里啊。哎、欸，操纵比我想象中的顺畅。顺吗？哎、欸。这静心咒也不难吧？我英文我看得很头痛呢、欸。使用普通攻击，哦，还要一直按哦，哦，天资聪慧，哦，拜托，拜托，你谁、啊？这人能不懂女，就是不知道多逮几个人呢。哇，你也太看得起我的吧？哦，骨头回力镖，哎，哇，啊，跟阿里的招好像。什么？什么？还有云圈技，哇，原来攻击是范围攻击。我发现他们的配音还是用大陆的，这是什么大卷吗？哇哦！太一瞬间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看哎、欸。糟糕，白骨精受伤了，使用灵药。那那只蓝色是什么？你的啊？宠物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地震呢？我们 what？哇！刚开始就来追踪 BOSS， 这样好吗？哎、欸、哎，宠、欸、物死了、欸！宠、欸、物死！哦，叫出来了！感觉这种小 BOSS 就是站着打就会赢的，真的他要死了，而且他叫小乖、欸，有搞错？小乖，太快了吧！老头子，你的小众问个麦啊！这样白骨精也太强了吧？搞什么？胜利！他妈的，经验加24。对啊 ，BOSS 叫小怪，用什么？我用那个 iTools。白骨精是你那只萝莉的名字啊！哇塞，那只宠物我不知道叫什么啊！哎，我会教你方法，你看好了，我只做一次哦。嗯嗯嗯，噔。靠！大家就直接叫里面的人物直接正规耶。
寻仙捉妖，看能发现是谁。哦，免费一抽。混世魔王哎、欸，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。点击上阵，选择刚收服的伙伴。混世魔王，我觉得很耳熟哎、欸。我觉得不耳熟，你玩的什么游戏吗？啊，灭世魔导不是。混世魔王啊啊！搞不好我那个啦，南方四剑客啊，那我没看，后面的都没看。大头啊，那个大头不是会扮成那个 Professor Chaos？ 那是很后面的。他的那个好像也还好，他的翻译好像就是混世魔王。我好像只看白痴而已就没了。哎、欸，自动。太好啦，又是个好游戏啊。然后又再加50分啊？不是啊，你看这样我又可以喝我的饮料了。哇！前面的关卡轻轻松松，他好像人马哦，真的。混世魔王是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第一个打败的妖怪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混世魔王打混世魔王、欸，哎，搞什么？哦，死喽！混世魔王，你霸占太快了，花果山塌了，快走！我有一种等一下会遇到孙悟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怕他？嗯，其实 UI 做的还不错。两级喽，这家伙也两级，大家都两级了，干嘛、啊？其实每个人都是半人半嘛，真假的？骗我？哎、欸，穿装了、欸，你们开始觉得跟什么很像？嗯，完了，我完了，你发现了吗？我发现了，我也发现了，某种程度上好像有点像。你应该没有玩过吧？我应该 我不记得了，我不想记得。奈何桥，天眼开，太二了！哇！摧毁他，打猪了！要摧毁幽冥塔才能攻击到塞。哎、欸，突然变 DOTA 了、欸，对啊 ，Cool， I like it。就他自己跑来打。哎呀，有小兵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梦哦、喔，真的是 DOTA 哎、欸，这可以几打几啊？哎、欸，我的角色在用普攻哎、欸，哦呦，他有放招，打塔咯，不错哎、欸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，如果没有电脑可以打咯的话，玩完这个过干瘾也好。孙悟空要储值300成为 VIP 2还3就有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哦，去死！这是补血，所以左下角这补血要不要消耗东西啊？我角色在九克吗？真不错，真哎、欸、塔爆嘞！哎、欸，已经开始打主堡了，好快啊！刀塔不是都要打个15-20分吗？最多三打三。嗯，手游吧，节奏比较快。所以是三个玩家打电脑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现在只有一打1的样子。嘣 ！Win 成功击杀大鹏，哪一只啊？刚刚那只鸟啊。是哪一个？啊。那只叫大鹏。哎、欸，死掉不能复活。真假的？因为我刚刚想说，应该会再打一次。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终于回到自由模式了。签到，48元宝。还有什么任务？领取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又可以一抽了。可以。等一下看一下，一抽多少？活动。哎、欸，月签到。还有这种东西啊、喔？可补签，那不要啊。射日传说，嗯，这是什么？
参加活动可以获得大量元宝，活动累积的呢。噔噔，啊，原来刚刚那是奈何桥啊，那个地图叫奈何桥。酷，我怎么回去？好的。嗯，奇遇，看一下。哎，所以抽不是第五章之后，后面的奇遇要那个哎，所以他的抽要过关才能抽。是这样吗？这样哦、啊？是吗？还是等198元宝？我不是很确定哎。开始挑战，元宝不足，我们又可以来过一些收集元宝，没有错啦。元宝五这些，对，又可以升级了。完了，我有点期待他装备装完会怎样。禁忌，升至最高，确认升至。想加菜鸡。一键升级，呀！一键升级，没有装备了。屁嘞！任务，哎、欸，任务这么好过，又快升级了。排行榜，哎、欸，可以跟别人对战呢、欸。不行吧？现在这么弱，打起来好吗？下喽。那就继续冒险，对啊，继续挂机。冒险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扫荡哎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我看到。真的越来越像忘记了。我不想，我真的不想想起来。哎，Ladder，可以 PVP 啊，海尔呀、啊，还要十等哦，原来这样。开热点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远端的人打吗？啊，不是吧？我有看到匹配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我在市区、欸，看我自爆蹦！哎、欸，我们的混世魔王有点伤。哎、欸，所以有观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那个大头，他忙自己喝，对吧、啊、？Professor Chaos。怎么了？踹到我的耳机啊 ！What？ 然后就变成单声道了。好玩吗？嗯，基本上只要能挂机，我都觉得不错。就是你可以边挂机，然后边做别的事情。完蛋了，我计划。嗯。我要拍一下，那个孟婆，你有机会了。完蛋了。嗯。只有一边有声音，难过。真假的 ？Win， 发现我的角色会呛人，你有注意到吗？嗯，恭喜你获得了，拿到木杖，我应该很开心吗？靠，才买新耳机，花果山的小猴吗？哦，果然遇到孙悟空了。有没有？这是什么？然后你一定要输，知道吗？嗯。然后你一定会输。哎、欸，开始，哎、欸，守塔嘞。守女啊。守女。TD。对了，你看，一直有猴子在。刚才发现我的名字，因为我很期待看到他在对话里面念到我的名字。混沌教授，要看一下耳机。血色的梦影那是另外一款喽，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第二代。好啦，真的没救了，没救了。你要换耳机吗？要换。哎、欸，他们有点痛。上礼拜才换。结束了吗？他有动画哎、欸，真的结束了。50秒内通关，我是自动战斗哎、欸，可是失败啊。可恶，一定是我没有升级啊！刚刚的木杖都没有装，气死我！再一次，等等，草鞋套装，没有装到了。然后
墓葬，果然。混世魔王欸，他只有一颗心欸，我应该养他吗？前期啊，还是其实可以。前期什么都要不是吗？你知道我明天还要再玩一个小时这个游戏吗？哇塞，辛苦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没办法，就是如果万一没办法存到存够那个宝石的话，就明天再存，就明天再明天再，不然我们就怒出子。有必要啊？直接抓来一只，哎、欸、哎，换、欸、场地了、欸，变成二打二的，不是啊，变成上下的，而且还有野怪、欸，酷、喔！小兵也变成三只了。哦，这不是跟我在伺服一样啊？上下的、啊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所以我可以召唤，他不能召唤。我现在有点好奇，我召唤的那一只是跟着我，是像安妮的熊那样可以自己移动的吗？哎、欸，太快爆了吧！不过一波小兵而已，这样好吗？要爆了！要爆了！真的爆了！爆了！太快了！啊？没有，说后面就知道男人。他在打我，他在打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走回去，走回去，傻傻的。所以那个回血是就自己回血，没有消耗的。好像没有，而且 CD 蛮快的。对啊，四五秒。节奏很快、欸，这个游戏。而且我在想，万一最后大家都变强。那就是角色都变很强以后，怎么讲？这个塔不是打更快就爆了吗？嗯，对啊。哦，你说回去打新手部分？就不是啊，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还是个菜鸟，嗯、啊，我打塔的时候一波小兵就打爆了。嗯。那万一我变后来变超强的时候，然后再回来打这局的话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不是马上就结束？嘣 ，win， 造成一次对方灭团，这有点困难吧？上下都打呢。对啊，还要跑上跑下、欸，我是用自动战斗哎、欸。Steam 开始夏日特价了。对啊。说没有，那个订阅没有声音。订阅没有声音？真的假的？耳机没有声音。I'm sorry， 可是我没看到订阅、欸。有啊，我刚刚一个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Antius 931024，谢谢你的订阅。我看一下为什么没声音。Test， 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帮你让它跳出来。Antau 931024，谢谢你两个月的连续订阅。It's doing like this for a long time since I renew my Twitch. What? 鱼贼王，鱼龙王，鱼贼王。有问题都是跟应用之后的问题。Dota 这边没有说到。40秒内击败，这字怎么念啊？叮，已达到五级，恭喜你获得通。这是什么？发个讯息让他哎、欸，可以获得十宝哎，这样我应该会跳到乱。哦，没有，嗯，没有就没有。点击奇遇哎哎哎哎哎，新抽，有了。哇哦！什么？哇哦！哎、欸，什么？抽武器哦！我、哦、靠，竟然是武器，他把它分开了哎。对啊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样就不会嗯。很像。这样比较好。你该不会在跟我想一样东西？对啊，要抽英雄就抽到道具。天哪、欸，实况台，怎么了？我看什么时候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说我看你时候。哎、欸，他的装备装满不会怎样？太好了。哦，我的问题。不过这是什么意思？更换？升级？更换什么？哦，蝎尾鞭比较好吗？有五级墓葬哦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酷哦！所以蝎尾鞭比较好，应该要带蝎尾鞭。哎、欸，它一个东西都不能装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
哦，可以装哦，那为什么他不提示我？哎哎哎，妈呀，没东西了！哎、欸，他可以升星，我看到了，知道怎么升星？花钱。他没有讲哎、欸。升级。他没有写怎么升星哎、欸，该不要收集碎片吧？Serious， 冒险，哦，已经第二章了。哦、我想说关卡怎么那么少？原来它是小关卡跟大关卡这样分啊。我好难过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找到不蹲在椅子上。灵感大王，竟然又出来这是什么名字？灵感大王 ，What？ 居莫啥 ？Gary Small 的。建议你先抽一次武器的，第一次花元宝可以抽到这张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比较想要抽英雄，抽英雄比较有感觉，而且我们现在少一个人，哇，暴击的字也太大了吧！我好像没有感受到我有变强、欸，那边有宝箱，你为什么不开？傻啦！还要我自动走，真的很像阿里 Q， 不对，比较像西维尔的，西维尔的 Q 还是 E。宽康的好游戏没有错啦，其实混世魔王还蛮强的，我发现他很糟，反正是我叫出来这只小宠物，感觉没什么用。这里明明就有宝箱。What？ 我被围殴了、欸，帮我！自动叮。啊，伸懒腰，纳尔的 Q， 哎、欸，真的，对，纳尔的 Q 最像了。这点武艺还想去取经？这家伙叫灵感大王嘞、欸，灵感大王是观音菩萨。水池中养的鲤鱼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是真的叫这个名字哎！天哪、啊，我还以为是翻译不全一类的。啊？我刚刚以为是想不到名字。不是，我以为是翻译错。打个平手，哪里平手？我明就赢了。噔噔噔噔，少开一个宝箱。Shit。又是墓葬，怎么那么多墓葬啊？好智障的、啊，好像有只蓝发长者和小王练练谁？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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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刚刚那个奈何桥吗？只有一座塔的那个，灭了他！哎、欸，这家伙自动战斗的时候拿小刀去丢小兵、欸。好的，混世魔王，你可以，好，不要走那么前面嘛，你差一点就挂了。哎、欸，他冲过来了，你还撞回去，给他死！我靠，他补好多血啊，为什么？地上有补血的那个吗？不然为什么他？哎、欸，混世魔王要挂了，混世魔王在脑冲。哦，那只小子死不会这样吧？不会吧？推塔喽！哎、欸，他也突然补了好多血就回来了，又叫他妈！我很期待他们在哎、欸，他们在 Duke， 对啊，我很期待他们叫我名字。哇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我感受到了，我一个有点没精神。哎、欸，啊？又中暑了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没有睡很饱，我刚才睡醒，头还有点小晕，睡到宿醉，没有，然后等一下还玩巨魔的，真是疯了。快推，推他，所以这个攻击是指向性的，
所以他们是可以用肉身挡塔啊！不要再 Duke， 我真的是直接打塔哦！我觉得我自己来，搞不好还比较容易秒杀他们。击杀喽，轻轻松松，打错人了，打错人了，打这只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丢歪，哎，二连杀，早知道自己玩了，自动战斗有够烂的。一击，一击，小招可以打塔吗？不行，获得铜盔。120秒内，哦，现在才6级哦。水天水下有洞天，哦，又是熟女 ，nice， 安安。嗯，露西哦，露西，露西我不知道。露西不是在玩什么离开的？他已经在玩了。他刚开。哦，玩的好不好玩？看起来不错。三头甲。CD CD。啊？哪里 ？Downloading， 答案已接收。走那一圈那边吗？我直接更新啊！我直接更新，然后 test 就好了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哦，有了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告辞。我想让他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讲两次就好了。我去把那个声音，还好可以自动战斗，这样我可以一边做别的事情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十秒内通关。噔噔噔噔噔，五十秒内失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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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继续。我刚不就6级哦？哦，他每个鞋的等级不一样。我现在才看懂。难怪我想说，我不刚不是才6级了。水下有洞天，过完了、啊。舍身慈悲意，哪里？救命啊！有妖怪 ！What？ 哼，妖怪打人。本机下是这个吧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声音吗？暂停，等就好了。剪裁在哪里啊？哦，就这样吗？谁偷走了我的骨头？谁偷走了我的什么？等就好了，然后重新上传。哇，我还以为你会死，居然没死。谁？我吗？对啊，刚一直沉浸在危险。专业自动战斗，沙皇可以直接打他，可以吧？今年不止5倍，我作息还算正常。有没？这前之前都算天世界颠倒，最近开始想要调。伊斯玛没有错，呵呵。是伊斯玛吧？对，对，就是他。欸、他发呆了、欸。没有机器人，不用在那玩。是不是该装机器人？那之前就是这样的。我一直忘记。啊，你？啊。啊，你？哎、欸，一样的。对啊，搞什么？那个什么 Margarina 的留言 ，MC Area 来留言了。你楼下没有包厢。等一下，竞技场是你。
你下面有宝箱？有，我去捡了，我去捡了。贪财的家伙把命留下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妖怪箱呢？去死啊！过分。感觉这边也有宝箱，我去看一下。什么？没有吗？我打完了。这边是往，那这边是什么？他叫我往这边走、欸，哎，怎么？为什么会有分岔路？啊，那个人在打小怪，我们现在偷偷杀哦。鱼缸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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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。鱼缸，哈哈，嗨鱼缸，啊？熊，脱战复活，哎哎哎，我们那个死了、欸，混世魔王。按这个会怎样？没办法，脱战啊！他没有东西。哦，脱战就会复活。天啊 ！Q， 对啊，那为什么要这条分路是怎样？岔路是怎样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又要死了、欸！他血怎么那么少啊 ？EXP 加三，真假的？才三。战斗中没办法补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突然满血？微妙，哎、欸，又是你！你来的可真是慢啊，白骨精儿。Any is playing Dream Mode， 你也看到了，有这个条血啊，拜六，拜六，拜六，天师跑，直接杀了我们这个右边的红面，那个面具，太快了，这种战斗连那个剧情都会自动跑。战斗中没有英雄阵亡哦，混世魔王，反击，哎，那、哎、后面好几张，好多张哦，酷哎，可以玩很久了，现在才第二张而已。自动，哦，又是二打二，是二打二吗？如果混世魔王不容易死，那你刚开始也挑不赢他。哦耶，是这样讲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两只往上，他们两只往下、欸，哎，那我们一定啊。一定脑笨笨的、啊，有人在弹塔。混世魔王，混世魔王在弹塔，混世魔王在 juke， 在 juke 塔。寂寞的会救谁一起玩啊？嗯，基本上看谁在就会找谁吧。对呀、啊。对啊。嗯。混世魔王。哎、欸，他在弹塔。混世魔王是不是挂了、啊？我、哦、没有没有。我军战士。好、哦，有音乐，我听到了，还挂了，哦，嗯，很血，打起来了，下面打起来了，杀了他，有了，一杀。自动战斗拿到一张，他动作跟谁好像？哦，他乱冲，傻傻的。哎、欸，治愈只能治愈自己啊，可惜了。佛利沙大丸，我就是最恐怖的佛利沙大王。哎、欸，他都要顿顿一下，超好笑。然后再看你。嗯，对，合照。什么？在配你的合照。配什么合照 ？NVIDIA 合照。啊、哦，那太白痴了，天哪！哇，控住两只哎。他们应该考虑 fire 他们的美术。哈哈。没有。真假的？你要应征哦。你声音好小、啊。哦，我站很远。哦。我刚才伸懒腰。魂值是什么、啊？
左上角那个。经验。知道哎、欸。异色弥奈。兔兔对波比很有感，真假的？嗯嗯。波比有点像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哪有？啊？不，他一点也不像。波比的斧头才不会飞出去，叭叭叭。那他就是小只的，有双马尾啊！哎、欸，他又在坍塌。随便放啊，随便放就好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就嗯，转圈圈都可以用。被揍了。看普攻能不能打赢他。我的小兵呢？出来坦，出来坦！哎、欸，大绝。这是大绝吗？放啊！没有目标不能放吗？啊，有了！真的假的？原来是要有目标才能放啊！哦，那跟加农的大一样，还不能盖小兵，超难！直接破了！啊，他补满血，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因为补啊，痛痛的！哎、我发现已经是，他们一直回、欸。嗯，不用买装其实不错，太大了，拜。一杀，确实，双杀 ，Ace 的团灭。哎、欸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快补你啊 ！Ace 啦，复活倒数计时，我可以控制另外一个，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他也有补血，难怪会回血。哦、oh, ，不是，重点是我可以控制另外一个，我就可以直接有了。GG， 噔噔噔噔，240秒内获得胜利。What？ 失败了，造成一次团灭。换你转 ，QQ。小兵的剑技是真强。七级了，恭喜你获得了铁扇公主。冰魂 ，What？ 其实我可以让他上阵，哎、欸，他已经上阵了。可以哎，好像长得不错哎、欸。他屁股超，他什么？他屁股超。对啊，他为什么？哦，他是补血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一键升级，噔！一键升级，噔！我发现收集那个元宝有点慢、欸、好慢哦！完了，今天看来是没办法一抽了。没关系，明天再接再厉。哎呦，唐三藏吗？好帅！我队友会补血喽！什么时候会玩 GTA？Today 应该是没办法，因为 Today 跟别人说好说要玩寂寞的。哦不，我忍不住了，等下去 Seven 买个耳机。嗯？等下去便利商店随便买个耳机。好。哎，靠一个耳朵听真的好。果然是青出于蓝。也不很帅。谁？唐僧吗？对啊。几百唐三藏？为什么我妈杀唐三藏啊？好像哪里不太对。获得十元宝了。哦，可以对战了。奈何桥 Go， 开始游戏。哎、欸，对方也是，哦，而且是人打人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打电脑。酷哦。星星全部打满会送元宝啊！哦，是这样啊！不早说，最好唐僧这么能打。拜我们大赢嘞！嗯，你点一下右边的人头，是不是可以切换他们？对，我就可以操控他们。哦，还蛮酷的。哦，补血。
太大啊，为什么叫狼下来？下了就可以狙了吧？差一点。哎，所以他在自动的时候，我还是可以在自动的时候放技能。可以啊。给他死。No。嗯。他们在救克塔，我好不习惯他们这样来回来回的。好忙哦。对啊。这是什么样的判定啊？哎，他冲过来直接给他死。Nice。哦哦哦，晕眩很久，被他跑了，你怎么竟然被他跑了？追追啊！哦靠，天哪！我靠，你还是手动吧？我受不了啊！看电脑操控有点，对吧、啊？会生气。哎、欸，别跑、哦！哎呦，我杀到了，而且我狼在打小兵，为什么？不要跑！没有杀到。哦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我们混世魔王快挂了！我人物自己跑去前面单挑他们两个。哇塞！摧毁哎 ，GG 了！动了！少一个人物。胜利！升级哦，打这个也会升级哦。哇哎！2000多，对啊，酷、cool ，色的钱呢 ？What？ 啊，这个赢了会怎样？这赢了就是赚钱跟赚钱，钱跟经验而已嘛。嗯，排行榜，所以之后会有排行榜。奇遇有新的了吗？没有。78元宝，看来要明天才有办法。嗯嗯。你要回去收集星星。嗯。哦，对耶。好猛！你看到长得很可怕的家伙吗？对，好多家。唐僧你哭，召唤深渊咆哮，峡谷傻傻分布清楚。哇，好可爱。我、哦、为什么要两个字两个呢？当初是为了拿113免费点数存下来，结果玩一玩就39等了。其实不错啊，我觉得以手游来说。可以做成这样子，其实很不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今天礼拜五啊？对啊。有、欸、被？哈哈哈！你看我。我知道啊。好可爱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给电脑操纵一定每次都会踩陷阱。哎、欸，往前啊！往前啊！往前啊！我也这么觉得。贪财的家伙。哎、欸，开宝箱啊，笨蛋！果然呢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聪明。哇哦！哎、欸，没有开到。这样。你妈没用。蠢。蛇女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蜘蛛女。伊利苏，我吃饭了吗？哎、欸，其实还没。我们刚睡醒，睡醒就直接来玩这个了。嗯，没关系，等一下玩具或者走起来可以吃东西。对啊，太好，真是好游戏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他不拿宝箱、欸。宝箱，宝箱，宝箱，三彩酱吗？没有，纯纯的。What？ 有人都，哎呀，不是啊，是这帮人，他讲什么我没看清楚。小智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嗯，白眼魔君，好快啊、哦！他怎么死那么快？铜盔，延迟有30秒，30秒这么久？对啊，想，我已经调了低延迟。小智，帮人帮到底，让我吃了你，恢复一下体力吧。他讲的吗？对啊，太白痴。按那个暂停键。什么啊？太白痴，好饿哦！送你上天堂。但我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，好像没有。算了。
玩一点，反正巨魔玩完再去吃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又没关系，这还好啦，没有饿到那么。先吃啊。我今天一定要早点睡 ，serious， 有一点疲倦。哎，为什么我人会往回跑？因为没血吗？为你自动战斗。别怕，残血也可以，残血也可以反杀，有没有？普攻，普攻，普攻！哎，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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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！哈哈哈！被他追着跑哎、欸，这下来会晕吗？不会，这只能当大绝用。别跑啊！别跑！哎、欸，晕到了、欸！啊靠，来不及，算了，杀一个。被混世魔王剪尾，你就不要跑，我站在这里，我看你们怎么跑。哎、欸、靠，别跑！哦靠，不行，有塔。别跑！你们这些混……哇塞，陪你开台都觉得比上班时间过好快。为什么？一个小时就不想快过了。嗯，一个小时就这样快过，就是其实应该要玩到9:10左右。哦，好吧，因为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聊天。No！ 哦，痛啊、哦！死掉了，快点来控制别人。哎、欸，他只有一招哎、欸，只有一招补血的。只有一个大家。哇塞，快打得赢吗？打得赢吗？打得赢吗？不行，我要骗他的血量。最后一刻再补，他不吃这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不吃，有点夸张哎，这个伤害。不行啦，一定要用这只才打得赢，这也差太多了吧。哇，你被杀啦！不，就不要跑，就不要跑，就不要跑，我告诉你们。有护盾哎。拜哟。拜哟。快补自己啊！有，我在补。哎、欸，别跑！慢走。哦，血！又被塔打了，糟了！欸、如果他转身过啊，靠！真的假的 ？No！ 哦，他在补血，他回血好快、哦，为什么？他有那个、啊。我打他不痛哎、欸。哇！糟了！哎、欸，有爱心！快走！我不能移动，他在打呢。换成你的铁扇复活了，补血，有他复活了，哎，天哪，那，天走了我的骨头，天走了我的骨头，塔下，然后晕起来，靠，有种别跑吼，别跑吼，狼出来我帮打哦，有了。可以 ace 了，晕到了，耶 ，nice 啦 ，no， 不会，晕到了，拜 ，nice， 大杀特杀，啊有了，推塔，终于，果然手动比较 OK。那个谁啊？铁扇，不会血吗？哎、欸，满了、欸，怎么突然？别跑、哦，晕到喽！没有晕到，哎、欸，死了，晕、欸、到了！哎、欸，一个水饺，团灭 ，combo 晕到了！哎、欸，他回血太快了，他在那个地方回血。铁扇在投菜，哇塞！哦，三星，八级，对，我们可以回去过三星，对不对？过啊！看一下，哦，50秒内通关，应该可以了吧？现在还是手动吗？手动50秒，还是自动？自动应该可以了吧？因为刚是因为没有装备什么的，打比较慢。现在有的话，普攻就可以秒，普攻暴击就可以秒一只了。
在讲什么？聊天室。不知道。谁偷走我的斧头？你身上的斧头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哦。是说斧头吧？天哪！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猴二代。What？ 有了40秒。生日快乐啊 ！XSIMON。噔噔噔噔噔。恭喜你连续获得三个金币，摧毁敌方基地，打破三座以上防御塔。最高那个？那就是完成一次 S 不是吗？完成一次 S， 那就是上下都要顾啦。对啊，上下都要好吧，这个啦，那个那个心。糟糕了，我身体今天没有睡饱。下面那只是怎样？哦，两只哎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哦，开大喽，开大哦，拜喽，团灭了，哈哈，好啦，只要上面那个那两只有在乖乖破塔，就有三座了吧。所以狼只会持续一段时间。那是狼，欸、有三鬼，有是狼吧？嗯，怎么了？我看到上面有四鬼那种东西。哦，野怪吗？对啊。不知道打野怪会不会有 buff 一类的？哎、欸，他们跑去上面嘞，我去上面玩了。你就这样越过去？哇哦！哇哦！你是说很痛吗？晕到喽！晕到喽！拜喽！哎、欸，不要拆太快，下面还有一座防御塔，我去把那下面的防御塔拆。哦，已经拆了，啊、你们效率好高啊！进敌方军营会怎样啊？哎、欸，没事哦。好像没事、欸，爆了，好快啊！嘣！噔噔噔，有了。前三星了，送什么？骗我！骗人！骗我！哦，应该是那个吧，任务吧？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骗我！哪里有三星、欸？有人叫我好友，我现在看到了，陌生人。安南，安南，添加好友吗？腐女子。男男摸。等级太高了吧，是这个39等的啊、哦、你刚刚那个说39等的、啊、我好像看到了，可以合成欸，哇哦，装备英雄密友设置交友，欸，可是没有送那个、啊、说领取什么领取，领取在哪里领取，签到吗？不对，活动吗？哪里下面吗？充值福利，充手充大礼，悟空将士300元就有送一只悟空，哎、欸，四星哎、欸，升级有奖 ，VIP 礼包，在哪里？还是这哪里有领取？哦哦哦哦，在这而已啦。哎、哦欸，200元宝，那你咱们可以来一抽了 ，Go！ 靠，太快了吧？没有来个动画什么的吗？对啊，没有什么。青狮精，好难念，听起来弱弱的哎，好像没有比刚刚那个强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应该是可以换掉吧，因为好像现在还不需要那么，还不那么需要。三招哎，有些没有，还是只有一招可以用。啊，是哦。两星后才能开启第二招，怎么？可是要怎么升星？升星进度？当然是重复抽到一样的啊。Serious。我的预知梦是这样子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Rant Horror， 扑一下，等等。其实我是觉得他比较像露露啦，还是胖。露露，眼睛那么大，波比眼睛又没那么大。嗯，我们留个200钻，明天抽好了，怎么样？哦，灵感大王，这款三星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我没有注意到、欸。三星几秒内通关。
是只要几秒这种吧？对，我就是几秒这种吧。那就快点冲咯，运起来。几秒？140秒。确实。240。一分40。跑跑跑跑跑起来，你们这些。咬死他们！什么？好，那没关系啊。哎，为什么你用自手动那个补血是战斗中？好像脱离战斗才能补血这样子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是普通冒险嘛，所以是。就是跟其他英雄打的时候，好像才可以在战斗中，是不是？应该吧，我想。喂，那你跑一跑。拜喽，140秒，轻轻松松。反信声音好像有点小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就我在伸懒腰哦。你每天都嘛在伸懒腰？哪有每天？如果现在耳机坏掉，我很伤心在伸懒腰。Win。A 哥。继续。50秒内通关。哦，守塔。哦，守塔的。嗯，守塔是不是要有效率一点？守塔，赶快马上叫狼出来帮忙。狼不是，不是守塔，是守女。死在无的巨钳下吧！哇塞，好文言哦，这游戏。发现我的普攻死，好像是范围技，好像啦，够带，50秒哎、欸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吧？这是最后一波了吧？不然50秒不太可能、欸。六五四三二，50秒，哎、欸，还没完了，GG、欸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来，喔、来不及。看来我们还没有那个实力，只能不断的升级来。1分04秒，这么久？差了。哇塞，差了14秒哎、欸，这也差太多了吧？因为他跑回去虐新手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要拼过为止吗？啊？其实装备不够好，不断的跟他们帮他们升级。对啊，没有装备可以穿啊。QQ， 青丝巾不行吗？他还有箭头哎、欸。嗯？青丝巾啊。青丝巾什么？他不是还有箭头往上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注意到哎、欸。耶！狼快出来帮打！快哦！快点！哎、欸，好像有点比较快的感觉。哎、欸，这只比较难打，搞什么？硬屁哦！硬个屁哦！感觉招式要打在范围身上，比较就一个范围。快，再多一点！哎、欸，有，很快，有聚在一起的感觉。10秒，还一波。哦，最后一波，剩5秒，应该来不及了。可是有比较快啊。不行嘞、欸，还是差了10几秒。哦，哇，差进、欸、步6秒。哦，50秒，还是有点困难。青丝巾呢？我帮他看一下啊。有装备了，一键升级。OK。再一次。天哪、啊，50秒。推荐五等诶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对啊。还是你要先去砍掉一个会比较硬的。一出来怎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干脆就待一个角落，然后等其他人的靠近，然后这样范围技。对啊，反正你普攻会有范围嘛，啊，干脆先打嘛。对啊，有道理。
然后技能就等他们靠近的时候再一起放。没有错啦。哦，剩十秒，好像还有两波。剩一波，最后一波，没机会了。烂了吧？好麻，好难哦。推荐五等是轻松过的等级吧？可是，哦，进步一秒，进步一秒，一秒不错，有一秒。哦，难道这个战术又不行吗？再试一次。一开始就往右下角。有机会吗？哦，那个青火雷。青之精一个人在，他在雷。哦，来不及了，你刚刚十秒才打，十秒打完。真假的这么快啊？嗯。真假我好硬哦。不要在十秒内打完，总共五波。三。好像来不及。还有两波是不是啊？技能能不能升级啊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五秒内，不太可能，剩一秒了。No。哎、欸，我们一秒一秒的在进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有没有机会？五十秒内通关，我去看一下能不能升级技能好了。那哪个英雄？这个没有，这是什么？附属性，种族关系。哇！有妖族什么？快点，我们想办法，一秒一秒进步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你就想办法让你亲自打错关了。是哪一关？这是第三章的那个什么东西的？哎、欸，那打啊？还没打过的对。嗯，对，没关系，那就把这个打一打，搞不好会升级，搞不好就会进步了，再进步。还是有什么技巧啊？我是觉得刚刚围成一圈，然后用范围镜慢慢打，好像 OK 了。亚郎控制青丝精到游戏啊！真的假的？回力镖有感哦。不能降 CD 吗？不然 CD 好久其实。是我一定要爆在降那边。爆？嗯。什么爆？有啊。金丝镜好像怪怪、啊。哦拜。应该是我这边的吧。哦、好多、哦，啪！原来那招比回力镖还痛，我现在发现。哦，狙狙。哦。有在时间内吗？那个十秒吗？噔噔噔噔。这个也是五十秒。好扯哦！哎、天哪、啊！哎，不过好像可以穿装备什么的。哦。哦，一键升级。穿到，还可以穿草鞋了，叮 ，nice 啦，你也可以升级了。哦，他没有装备穿。啊，刚刚草鞋你应该要拿十等的给那个 MS， 应该要什么？没有，我刚以为有十等的鞋子。十级哦，一百元宝。一百元宝？可是不够。我差九。更换。哦，鞋扣零。哦。哦哦哦，好像有机会，我感受到了。没通关不睡觉，真假的？没有，那个不是那个之前老皮找的，没破关不睡觉。太累了吧？换这个角落。哦、有人，有人，有人在右下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换这个角落，试试看。打板鞋。
快快，你们这些快啊！有有有有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吗？有，25秒，这些都在10秒内打完的。Nice 啦，应该机会，应该还有两波。硬屁哦！硬啊！硬个屁哦！糟糕，好像没机会了。5秒，3秒，好难啊！50秒真太难了。天哪、啊，不行，明天再试好了。好，好吧，这里先玩到这里好了。安心心啊，准备开巨帽的。恭喜你获得草鞋。那、这边先这个先关掉。